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我是 Jerry， 我们是 Tom and Jerry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哪里？鹿特丹。在大航海的时代，鹿特丹是荷兰的第一大海港，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。这边真的是满满的渔船，还有河岸。随着亚洲经济起飞，荷兰现在已经不算是世界第一大海港，它目前还是荷兰非常重要的海港之一哦。这边其实，在二战期间曾经遭受德军大力的轰炸，鹿特丹的市区几乎是全毁的，他们没有选择去修复原本的建筑，反而是决定重建这个城市，重新规划了完整的都市交通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当代的建筑师来这里发挥所长，所以这整个城市的市容有很多很奇特造型很前卫的建筑。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索看看鹿特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房子吧，就带你们去看这边的建筑物到底有多特别。出发 Go!大家，我们来到了方块屋。我只能说这个设计师真的很厉害，我是不知道他怎么设计出这样的房子。这个设计师叫做布洛姆，他在1980年设计的方块屋，它是由38个小立方体再加两个大的立方体把它组合而成的，每个倾斜是45到 45.7 度，把每一个方块结合在一起，它就会变成一座森林，就是一个都市丛林的概念。它真的太特别了，我真的无法想象里面的人到底怎么居住。这边结合了商店、餐厅、博物馆，还有民宿、青年旅馆，而且刚刚有一个西洋棋博物馆，超多不同各式各样的西洋棋在里面，真的很厉害。等一下我们会走过去，旁边就是铅笔屋，它也是同一个建筑设计师布洛姆所设计的。我真的觉得他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，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他的设计理念，真的很厉害。那我们就出发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鹿特丹的中央图书馆，也是这边最大的图书馆。它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的巨大黄色水管外露在建筑物上面。单看外观的话，我不会觉得它是图书馆。你刚刚不是说一个很坏的名字吗？我刚说它看起来很像废水处理厂，就是很像工业用途的建筑物，但其实是图书馆哦，很前卫吧？这个图书馆离方块屋超级近，其实这一带的景点都非常靠近，而且旁边有个很大的捷运站，交通很便利。好哦，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。有没有看到我后方这个有一个超级超级胖的铅笔？这里是铅笔屋，它跟方块屋是同一个建筑设计师的作品。它是一个公寓式住宅，它就在方块屋的隔壁，也是在水管屋的旁边，好近哦！哎，我们去逛市集，我想买花，因为花超便宜。走啦，在欧洲逛市集就觉得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，心情有够好的。而且汤姆兄很在意生活中的仪式感，我真是热爱玫瑰花。你看，这样才3欧。杰利叔刚又骂我了，因为我只要看到花，我就很想买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叫做拱廊市场。这栋新颖的建筑物外观就是像是一个马蹄的形状，它是一个室内的市场，外围的这一圈建筑物是集合住宅还有商店的部分，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。这么久，而且还斥资了12亿，哇，有点夸张吧。那我们就进去这个市场看一看吧。我们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进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上面有壁画，很漂亮哎，壁画加上大面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真的很漂亮，呈现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而且在这边你真可以看到别人家里面的装饰，窗户可以看到人家家的陈设跟摆设，好赤裸。玻璃窗那边很像一幅画，后面云很像是动画投射上去的。对啊，很漂亮哎。我觉得他当初这个建筑设计师设计里面应该就有包含做这个玻璃窗，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跟铅笔屋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应该跟铅笔屋的设计师有私交，因为完全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哎。其实室内是真的蛮漂亮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东西价格偏高，价格都比外面贵1-2块这样子，看起来就不会很想在这里吃东西。对，
看到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大楼，它是我大概国中的时候看的电影，就是成龙演的《我是谁》。电影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从一个大楼跳下来，就是这一栋哎，就这里，他从上面那个玻璃帷幕这样滑下来。我没有特别找，刚好顺路头一转，我就看到这栋大楼，一看我就认出来了耶。我由衷的佩服成龙在电影特技动作上，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他真的超勇敢的。想到电影那一幕，我就鸡皮疙瘩。我现在头发很乱，今天风好大。现在头发还 OK 吗？还 OK 啊，是蛮漂配的，很随性，还帅吗？这边风真的好大哦，姐弟叔的手快冻僵了。好了啦，可以啦，那我们就去天鹅桥吧。Go， 沿着我是谁的大楼走下来，旁边就是新马斯河，就看到了这座非常有名的桥，叫做天鹅桥。它也是用荷兰很有名的思想家 Erasmus 的名字命名的。它总长89公尺，因为有些船比较高，它没有办法过去，所以这个桥是做那种开合式的桥，这样打开，然后又再这样盖起来，盖起来啊，盖起来，怎么声音跑出来？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天鹅？桥吗？因为上面尖尖的那个很像天鹅的脖子伸长的样子，所以叫做天鹅桥。那你会跳芭蕾吗？我可以延伸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吧。它的概念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好像蛮到位的，真的很到位。但是我是看不出来它哪里像天鹅啦，我真是看不出来。哎，这个桥走下来之后，这一整排是人家的家，哎，这里是小猫咪，有小猫咪，快快快，小猫咪，哦、你跟它玩 ，OK？ 它表示疑惑，哎呦喂，你看它在玩，它在玩哦，好可爱哦。它主人如果等一下回来路过，看到这些书倒了，一定气炸。这只猫也太幸福了吧！它看这个玻璃窗景，就是整个。河岸呢、欸，超舒适。你看，你看他多开心，好可爱哦、喔！真的是人家的家哎、欸，因为你看这边就是床，他的脸肥肥的，好可爱。对啊，猫咪就是要肥肥的，好喜欢哦、喔，好想家里的猫咪哦、喔。我们继续散步下去。刚原本搭路面电车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被司机赶下来，超傻眼，因为他好像路面系统作业要弄，所以现在全部人被赶下车。我们现在要赶着去小孩提房，很方便也比较省钱的方式，就是可以搭路面电车，然后再转巴士。23号的路面电车就突然 cancel， 刚刚一起搭车的一些荷兰人也被赶下车，现在就是没有巴士也没有路面电车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叫 Uber 去，哭哭。好久哦，4公里耶！现在这个 Uber 还在遥远的地方。天哪，才刚到鹿特丹就有这么大的惊喜，希望后面会越来越顺利哦。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顺利的到小孩提房吧。我们现在在小孩提房。其实如果你从鹿特丹的市区来到这，如果你是顺利的搭上所有的交通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小孩提房。只是因为我们刚刚遇上了电车突然停摆，所以我们就搭了一小段的 Uber， 再换另外一个巴士才来到这里。后面就是满满的风车，献给大家。荷兰因为地势低洼，他们只能填海造地，古人很聪明，发明了风车，利用风车下面的转动把水抽干，才能获取更多的土地。它在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他们就是把当初的这些风车都完整的保留下来，还有几栋我记得里面是有住人的。为了这个景色，如果有来到鹿特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，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吧。这边真的很漂亮，好值得来哦！我记得它有19座风车，在这个季节就只有17座还在运作，好漂亮哦！好想要来这里养老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叫小孩提房吗？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有上网做过功课。也有什么秘密？但是它有4个版本，我觉得太多我记不得，我只记得其中2个。那我们挑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说，好像1432年那个时候，荷兰发生洪水爆发，很多地方都有淹没。洪水消退之后，在提防那边看到了一个木质的摇篮，里面有一个还活着的婴儿，跟为了不让洪水渗进去摇篮里面保持平衡的猫。你说天哪，这故事听起来也太不合理了吧？对，听完觉得超不合理。第二个
故事是说，当初在新建这些风车的时候，初建的工程是让小孩来做的，就是所谓的童工。我就想说，天哪，童工这是不合法的吧？这是违法啊！听完整个有点生气。怎么这两个故事好像都没有很浪漫？但我们先不要想这些故事，我们看风景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毕竟这些故事都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也不可考了。但是也很谢谢他们保留了这些风车，后面还有很多哎、欸。那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吧。要离开小孩提房了，因为在一个小时就要日落了。我们光是从这边要走去搭公车，就应该还要40分钟。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可以租借脚踏车的，一个小时4欧，超贵，很贵。如果你是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来，脚踏车可以是一个选择，因为你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一圈整个绕完。左右两边都有不同的船家，可以付钱坐船，但我觉得用走的是最舒服的方式。我们今天算很幸运，要来之前查了一下，蛮多人之前来就遇到天气不好，下雨，然后很冷。我们今天来是大太阳，有阳光洒落照在身上，就比较没有那么冷了。它两边都是这种芒草，在这样子的阳光照射底下，就有一种黄金般的感觉，其实真的很漂亮。而且刚刚有人在照顾马儿，是用很原始的方式。对，就是以前你看这种乡镇在养马，或是农村农家喂马儿喝水，就是去那个湖里面用水桶这样捞，然后再丢出去再捞，这样子很人力的方式，你就觉得很像在看电影的感觉，很适合养老的生活。希望60岁过后可以来这边养老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很舒服哎、欸。好哦，那我们要先去搭公车了，趁太阳还没下山，我们赶快回去鹿特丹市区，等等见。可以看完了，对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今天住在离鹿特丹车站大概5分钟路程的 Holiday Inn， 因为图方便，我们只有住一个晚上，明天就要去阿姆斯特丹了。房间就是小巧温馨，一眼望穿，结束了。我觉得它床宽度有点小，但长度真的很长，因为荷兰人就是著名的很高。房间就是简单干干净净的这样。厕所是夜店风，这跟它很好笑。为什么它这个是用蓝色的灯，很特别。Room Tour 就到这边咯，今天就也想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有来荷兰玩的话，有时间真的还是可以来鹿特丹看一下，强力的推荐，一定要去小孩提房哦。建议大家选好天气的时候去，或者是不是那么冷的时候，因为那边真的很空旷，冷风是一直疯狂的往你身体灌，你是没有任何。这 BU 小孩提房那边它真的很漂亮，你会被你眼前所看到的风车，一望无际的天空跟景色给吸引去，但有时候天气就是很难掌握，真的。谢谢老天爷对我们很好，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让我们去小孩提房走走。我们真心的推荐大家，如果有刚好经过鹿特丹，真的可以停留。像我们这次只有待一天一夜，我们真的觉得有点可惜。下次如果有再经过，我会愿意再拉长一点点时间。非常欢迎大家来鹿特丹玩，去小孩提房走走。喜欢我们这一集的朋友，也别忘了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还有 IG。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继续跟着我们一起体验后疫情时代，世界新姿态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